钳子板，阵容是病患前锋杂技加作曲家偏脆的阵容。三飞轮打聂西还是蛮厉害的，但是他们没搏命啊，这个阵容没搏命，聂西带差野上来的话，第一个点找到是前锋，这个位置前锋拉一波小球进交互，可以把板子破一破，然后尝试追一追，消耗一下前锋的球，根据前锋的走位去抓下一个人，俗称骑驴找马，就跟着前锋，然后找到下一个想抓的，那这边就去抓下一个。对了，这边过来有一刀机会吗？落地有，漂亮，这波跳真舒服啊。骑驴找马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段啊，就是你又能消耗这边救人位难抓的这些 OB 位的道具，然后呢又逼迫他们走位，他们没办法修机，然后还能够找到你想抓的人，这个是在路人局当中特别。哎，这两波过板跳，先前锋来撞，这前锋有个飞轮，跳回去吧，跳回去的话前锋撞不了。这波打完基本上求生者已经没办法打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没有搏命啊，他们没搏命，这边聂西只需要去干扰到一台机子就够了，压住机子，而且这边的点位板子全破，求生者无法保这个作曲家二六的。一跳两跳，你飞轮交掉的，落地蹦，前锋躲掉，躲掉归躲掉，我稳稳，其实他这边的话我觉得稳稳打一刀这个前锋就好了，他是怕聂西是怕这边救下来以后一波加速走吗？讲道理，当时其实打一刀前锋，然后直接让他救人就好了，给你跳好落地，这边加速结束，一刀倒地，前锋这边还交了一波球，这把这前锋真的被这老聂西骗得很惨。哎，钳子拔有点实力啊，小兄弟这个操作硬，智力还挺高，一蹦躲掉，球者这边的话对于聂西的跳还是判断的很好的，不给机会，那就看这波了，他好像似乎更偏向于去打一个针对刀，但是呢两波针对刀都没有打中，两波针对刀都没打中，一跳两跳三跳落地跟一刀带走，熟练，真熟练。算下机子，算下机子，这边的话密码机其实差的蛮多的，总量也就修掉四台不到，这个机子对于求者来讲，想要既把状态补好又把机子修完几乎不可能。捏了一个钩子过来看中场的密码机没动，这样的话前锋状态补起来，他应该知道了，刚才其实遇到这个半血病患不抓我是没想到的，想守密码机的，这个守密码机打有必要吗？他击倒这个病患不是挂上就赢了吗？挂上以后再守密码机啊，这里他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，但是我没能够揣测到他到底是怎么想，因为当时面对一个半血的病患不抓其实有点没道理啊，那半血的病患击倒了挂上了守着再去干扰密码机不就好了，这样的话杂技这边机子修完，前锋这边拖着杂技再过来补这边的机子，不知道前锋拖不拖得住，放香水人捞下来，病患还有钩，不能平了吧，抓前锋吧，前锋手上有个飞轮，飞轮交掉了，外面的话杂技重新起机子可以的，
这个杂技需要重新起机子，因为人在这边打，你倒特别容易倒遗产机，你过来补这边的遗产机，容易直接暴毙。一跳没跳过去，一刀带走前锋，这边病患，病患卡着，杂技那边六十多的机子，有可能打出三十开幕战的现在。这个聂西只有一波机会，什么机会呢？挂上前锋以后，快速找到这个病患。哎，他们这边还想换一波啊！聂西挂过来压这边的遗产机，这里要跳上去吗？还是先插一个眼？先插一个眼，这边落地一蹦，再抓病患。打的很死啊，就是不想让你们把密码机修开。嗯，问题倒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我觉得他还是错过了刚才那个黄金时间，还是错过那个黄金时间，就是那波挂飞人之后遇到病患没抓，那个节奏其实丢了中间大概二三十秒钟吧，那波时间的二三十秒钟是很关键的。挂进地下室，赢应该是赢了。这个地下室，这病患是二挂，你杂技过来救，救完两个人怎么出这个地下室呢？你进不进得去我不知道，就进去了救了两个人怎么出这个地下室？没看到，应该是没看到的。跳球，这边怎么跳？看聂西，聂西是想拦吗？飞轮。打一刀，那还是让人救下来了。救下来以后怎么出？他这边的跳是交掉的，四秒钟，落地刀，还有跳，有了吧？蹦倒一个是一个。哎呦，这刀插刀，他这刀插刀是，他是去打针对刀，没想到，哎呦。这边机子没亮，反而队友过来吃了这一个插刀。怎么不签？因为机子压好了呀，第一时间肯定是防你密码机点亮啊。但这波的话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穷者打得好，他们还真的过来了，这头伸过来给了这一刀，这一刀让这边的穷者打出了一个平局。对，压起身，我刚刚没想到这三个字啊，所以表达的可能不太准确。